欢迎来到，不对，欢迎回到格瑞纳 GPL 超级联赛。我是主播叉烧，我是 Best Dales。我刚其实这样很失常，因为我刚在跟讨论说为什么贝克眼睛是红的。我刚说他，你看他带队带到眼睛都变红色了，气到眼睛都发红。然后现在是气到眼睛都发红啊？没有，我以为没有，我以为你是晚上都在打 ARM 或者是 Normal Game 没有睡觉，所以才会红。最近打比较少，查一下我的，最近都没有打，没什么在打。哦，原来是这样啊，这完全是玩手，不是，完全突破盲点，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我们下一场比赛就是 TPA 对马尼拉猎鹰嘛。对，这个 TPA TPA Go。他们如果输了的话，那你要怎么？我不会怎么办？我回去会痛骂他们。不是，回去之后被巴龙痛骂。不，当然这是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你说不太可能发生哦，真的。但他们昨天就进入极大逆风。其实昨天那个有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因为我是打到大概中间，大概输两三千的时候，我才切进去看的。那那时候我看一下，我想，哎，才差两千那。不可能赢嘛，我就关掉了。你是心中想的是这样，就是才差两千，所以不可能赢。不是因为不是，我想说才差两千，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组合一比较起来，我就觉得，我觉得组合我觉得领先两千也是有困难的。好，对，既然贝克这么看得起 TPA， 我们马上进入选手介绍。嚯，好，首先就是 BB。哎，你觉得那个 TPA 那个造型叫傻笑之王是他自己喜欢这个称号吗？没有，我觉得他基本上任何时间都在傻笑，就连拍照的时候都在傻笑，所以这就是 BB 的特色。就他只要看着镜头，就会不自主的傻笑。他天生就有一个能力，就只要看着镜头就会傻笑。就所以他现在看着荧幕，虽然没有傻笑，所以他等一下一看到就咦，对，他就会傻笑。不是，所以你现在要逼他看镜头啊？但他不会看镜头啊，他现在就想避，他应该想避开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要派逼他，逼他看镜头。咦，就是这个样子。对，就是他看镜头的时候就會進入，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要笑，你知道为什么？嗯、因为他不知道他知道做什么事情。他说为什么要叫我啊？为什么要叫我？怎么叫？好，那旁边的是丁特，丁特说，丁特现在应该正在笑哈，应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丁特斑马型玩家 ，TPA 坦克，坦克型玩家，坦克主坦 MT， 主坦 MT， 打输比赛找他就对了，他可以，他一路可以从 OGN 弹，连 OG 他都可以弹，你看他本身的力量有多强大，对，明显是很有天分的一个玩家，非常非常心理素质非常强韧，心理素质已经超越人类所想象，对，人类所不能想象心理素质就在他身上体现。看他现在淡定的表情，其实他可能已经哇，大概又要被枪爆了。心中想的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应该在想说，哎、欸，你要上去看看一片红色的字。对，好，下一位是 Toys， 啊 ，Toys 就是 TPA 唯一有在维持身材的人，所以他们平常有在做一些什么运动什么的。Toys 有节食啊，有节食，对啊，哇，怕被其他人带坏的意思。对对对，就是一股清流。一股清流，一股清流。那丁特他有变，有变吗？丁特有稍微有，他的下巴很快的不见了。那透一直明显是有撑住了，因为史丹利才说他要减肥，然后就下去买了布丁之类的东西上来吃，所以就对，而且还是在布丁有毒的新闻出来之前，他就买上来喜滋滋的吃。这就是透一直可以依旧保持帅气的秘诀，就是他抗拒的诱惑。还好有结石就是对的。好，下一位 Leo Boss。就是一个神秘的玩家，你说神秘玩家是说什么？昨天我们一开始在讲的那个，你知道吗？到底是什么？哦，你是说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打 solo queue 打这样？可是比赛的时候，老实说 ，New Boss 可能打 GPL 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还蛮烂的，就个人觉得是很容易送 first blood 或者什么各种被黑。但他的大比赛的时候表现真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大比赛型的，所以是大赛型选手。大赛因为比赛有分大小，所以是大赛型选手，这也算是一种。奇特的一个人物，那奇特的能力就是大赛的时候不完全不怕任何你人太少，我就没有 feel， 没有 feel， 人来风行选手只没有 feel。好，我们下一位选手 Stanley，其实 Stanley 这个他有些地方就是他每天看起来都一样，他每天看起来他有变瘦的迹象吗？号称减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最近没有，我不知道啊。其实很久没有量，这个要问他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你说，那 Stanley 其实每天他看起来都一样，每天都一样，然后就呵呵，他不会呵呵哦，他不会呵呵吗？他是头发看起来就是 Stanley，
之类的。可是其实我觉得他头发其实有差哎、欸，他以前是一个犀牛的，有他原来上面戴耳机，所以你有说他以前是一个犀牛的造型，他马上戴上耳机之后，让你看到，丁克在这边 小露骨沟，想要吸引观众注意。我想要这个是想要用傻逼屎来控制观众，好像是不太对。想要用利用这样来洗整片白色的吗？我怎么这怎么可能呢？哎、欸，他现在卖肉型玩家丁特，他现在到底是想要擦啊？我们下一队叫马尼亚猎鹰队，哇，这个老鹰啊，他们外面发出了各种惨叫。丁特在那边是，他在那边惨叫，他说我怎么这个插头插不进去？是不是？对，其实我不太想管他，他们应该是颇为智障。好吧，我们来看，我们还是看马尼亚猎鹰队。好，走。这马尼亚猎鹰队就是一个彪哥型，你看到一看到就第一个就看到彪哥。不是我刚的颇为这样说 ，TPA 颇为智障，我不是说马尼亚猎鹰队，这个我要澄清一下。OK， 然后还讲，其实他们这张照片其实拍的蛮酷的，我觉得。那照片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不同的角度，从左边到右边有一种就是八面骰的感觉，就不同的角度，就每个人的面相都不太一样。没有，其实中间右边第二个，我想还是这队伍的灵魂还是在彪哥身上。你说这个队伍的灵魂，你看，没有，因为这只要看照片就可以最突出是哪一个，知道一整看过去就是那个没头发的。其实彪哥的辅助对我们压力也是很大，因为我很怕他又勾到丁特，这样他就又黑了。对，这其实大家压力是很大，压力蛮大，所以你们要先ban掉瑟雷西，再ban掉机器人，再ban掉纳迪姆斯。对，没错，你怎么发现我们这个意图这么明显？就是拯救丁特大作战，就是千万你不能再被拉到。对对对，然后等一下，他再万一变成三只还被勾到，我就不管了。那到底还有什么可以看？我们想想看啊，除了这三只之外，还可以勾人的应该是，那个珍娜从后面闪现出来，哦，那个李欣，那彪哥用李欣辅助，一个摸眼神踢把他踢回来，然后就死了。那我如果彪哥真的这么厉害的话，我想应该不会。真的吗？他们会说那签彪哥，签彪哥的时候到了。好，我们看到在蓝方是 TPA， 然后在紫方是马尼亚猎鹰队 ，First Ban 就 Ban 掉了机器。真的，这个对机器人的畏惧是很大的。有够尊重彪哥的，大家都很尊重彪哥。彪哥只要手上有抓，谁都逃不了。彪哥有抓。不管我们打不打赢，我都要抓。对，这就是彪哥，这还是厉害的地方、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付彪哥，彪哥心里有一个小剧场，就是说我人都抓过来了，打不打赢这个问题在你们，不是在我。对，就是我抓过来之后，就证明说我这个选手选的这个角色是有价值。对，没有错。哇，他变掉杰西。好，这边马尼亚变掉的是雷兹跟戴安娜。哇哦，最后这边 TPA 到底要变到什么呢？我有个感觉，等一下是 first pick 想瑟雷西之后，接下来对抗对方的纳迪鲁斯。哦，这把纳迪鲁斯变掉，所以等一下first pick 瑟雷西。对，这个时候就可以成功压制对方的选手。没有错，而且还可以选到瑟雷西。而且这次话你没有勾我，还勾你嘞！哦，你下来了。我今天我告诉你，如果这边马亚林把瑟雷西变掉的话，完了就没有勾，计划就失败了。这计划失败，可是他们就自断一勾。okay, 我没有决定，没有自断一勾。变掉。哇，这个有点尊重这个 Toys 啊。然后连续三个 ban 其实都用在 Toys 上。好，果然，你看我真是完全猜透，这样子丁特就不会被勾了，这个战术的核心就出来了。战术的核心就是我们，所以你这个是，所以你们知道战术的核心是四保一保丁特。不知道，应该是要压制彪哥的选角。压制彪哥。OK， 成功压制彪哥之后 ，OK， 这马纳列首选的是卡利斯第二个。哇，看到。瑟雷西之后到底会做什么样的选角呢？马尼亚猎鹰，窗斗，哇，窗斗选错了。窗斗这个角色就有点神秘，有点神秘啊。不过窗斗这个角色其实我拿打防守的话，其实也不算太差。我觉得窗斗除非是打上路，不然就蛮烂的。对，他家窗斗的伤害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他的伤害明明就已经有一个直接打百分比，但是实际上用起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哎、欸，没有，他最后是选那个很红的扎克，扎克加。没有加上那个卡利斯，其实，在调线上面其实还蛮好调配的啦，就是一个可以打中上，一个可以打 jungle 上路，所以在调配路线上其实还是有可以活动的方法的。秒锁嘉文，哇，这个时候拿到嘉文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pick， 因为嘉文通常大家还蛮喜欢抢的，
因为变化性很多啊，可以走上路，可以走江高。可是你没有想到，他们在这边还会把家伙留下来，这是有点不科学的事情。不，他是知道卡莉丝跟扎克这两支英雄所带给队伍的压力之大，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了，对不对？这时候就故意给他拿一个加文，让他把大招直接把扎克关在里面。Okay, 第二个 pick 老鼠哇，还是先把那个 support AD 跟 jungle 先选起来。不过这个加文还是个三路都可以打的一个英雄，其实是三路都可以打，所以这边之后的变化性其实是蛮大的。嗯，其实我搞不好还是老鼠中路，这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嗯，下果然是厉害，所以你等一下下面有可能。原本其实你们应该是把射游戏变了，然后选那个机器人，左选机器人，然后拿去讲狗。嗯，这个是明天才用的套路，你今天用出来就不行了，好吧？哇，而且那直接是选老鼠射游戏，如此凶恶的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我要打死你。这条线到底要活不活下去？这条线的主题就是我要打死你，绝对不给你任何机会。可以选一个手比较长的吗？选那个选个什么凯特琳来看看看能不能活比较久一点点。哇，真。我给这个真的、啊、一个造型，真拿出来、嗯。他现在就是造型，对。哇，现在我啊，好吧，赵阿选了一个造型跟格雷夫，不是他造型格雷夫双人线，真纳格雷夫双人线，真纳格雷夫啊，这感觉很难打、啊。对，其实很难打，而且五五五五，难道是一个色啊？这个呼应你，他们在呼应你啊！真的，他真的选这个回去，大家就要被做成，大家就要被做成共玩之类的，我们就。这个你要那个给那个他稍微一点面子就选下去，你现在是不是心里七上八下？我心里在想，不要闹了。没有，我不会这样。我想说，你们最好会选、啊。你们有种你就选下去，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你们到底有没有？你要选一个中上路啊，这个还是缓的。我们直接打卡莉丝，还蛮好打的。哦，最后选了一个凯能出来，哇，这是一个不错的选角，不能再保护。打突进的方面其实都蛮强的，爆发上面更是威猛。这个整个马耀英是最后一个选角，这个时候扎克可能要考虑要不要走上，不过我觉得走上的话，可能遇到凯能会打到整个岔起来，感觉就是一定这边应该要选一个可以啊打凯能的角色，因为这两个角色感觉打凯能好像都不是那么好打的感觉。卡莉是走上路。我觉得不怎么好打，可能是近战的不好打，那个线不太好撑，反正线有点强。那这个最后，其实今天玛雅琳的选角每个都是深思熟虑。我想最后一个这个，看有没有选择一个可以拿来手长一点，可以拿来打凯门的，会比较好一点。这时候是我就选个蜘蛛，对，选蜘蛛。哇！误会一场，这个岂不是贝克最熟悉的辛朵拉？辛朵拉这个角色真的是蛮厉害的。真的，那个可以请贝克稍微讲述一下辛朵拉。辛朵拉就是一个球放在地上踢一下，可是常常会踢空，你知道吗？最好还是把大绝放出来之后再踢，不是啊？我这角色真的在一波爆发来说很强，但是就辛朵拉打杰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这时候我们两个跑到荧幕上面来？因为他可能，想要看你的表情。有谈到关于辛朵拉的时候，你的表情就会改变一点。对，我是没有什么改变。肚子饿了。你说辛朵拉吗？对，肚子饿了没？那你等一下就要被神徒支援了。你现在肚子饿了没？辛朵拉，哇，这个辛朵拉打劫这个想法其实还蛮趣味。蛮喜欢，我们记得很久以前好像也有用过的辛朵拉，因为那时候好像西门用劫吧，然后对方也是出了一个辛朵拉，这到底是什么概念？我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用，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辛朵拉打劫。因为劫其实大招跳到你身上之后，你把它推走，它会再按一下，它就弹回本来的位置继续砍你。对，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而且他辛朵拉，我好像以为他带虚弱，吓坏我。他虚弱的话的确会吓坏你，因为其实虚弱也没什么用，我觉得大概还是会被砍死。他应该要拼一个伤害，直接把劫收掉，因为劫其实体质算不好的。不是因为劫如果拖进来的话，其实你真的要去断劫。我觉得是有难度的，而且杰这个角色就是这么的灵活，用辛朵拉打，感觉不太合适啊，还是辛朵拉是上路。辛朵拉，哎呦，全新理解，全新理解。你看拿来打凯能嘛？对，你看这个远程角色打凯能，再加上他踢球虽然踢不准，但凯能也不会靠近他，有道理哦。对，他在远程的时候就使用他的 Q 推线，什么起手再拿个蓝 buff。一个轻松的线来对应，到底
在江口下面到底活不活活得了。你说在江口的 gank 下面，这时候江口只是一个加文，他只是会穿墙，然后会挑飞，会缓速，我觉得还好啊，对不对？我觉得还好、啊，这情况还好、啊。所以，我觉得你看，你想想看，如果当加文一个 EQ 冲出来的时候，你一个球踢过去把它顶下来，加文就 EQ 在飞的一瞬间你把它踢倒的话，那个加文到底有什么可畏惧的？对吧、啊？这种使用的很熟练的玩家是一定做得到的。没有错，瞬间只要把它踢掉就没事了嘛。就好像达瑞文直接飞放一个飞刀直接把他打掉一样。对，达瑞文放飞刀，射一系的那个拍也是这样，就直接把他拍下来，还有一就把你扫下来。好吧，听我都完全相信了。好吧，如果他真的拿西朵要打上，我个人是给予的，给予那个蛮有勇气，蛮有创造时代的潮流。我们因为我知道现在凯能上路真的是蛮麻烦的一个角色。不过他们直接选了扎克江狗，扎克江狗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强势，是后来大家发现，我觉得扎克江狗其实真的蛮需要装备的。扎克江狗主要是后来大家发现满一之后的 gank 能力很强，所以才开始起来。因为满一的时候跳到的时候那个伤害超级无敌痛，他爆发很大，然后距离又很远，实力又很短。对，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真是没有被开发出来，其实还好而已。不过这你知道扎克配这两只，感觉就没有那么好的感觉，整队。玩整队都没有任何，除了辛朵拉一个晕之外，一个那个要踢到才有的晕的啊，整队都没有一个晕的，那就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流派，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无法理解。你不懂，刚刚我原本也觉得造型很怪，但我看完那个会战之后，我觉得这个选角真是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愧是最后一个选。那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注意到这个辛朵拉在最后一个选到底是。其实刚造型不是最后一个选，但他前面就有预想到后面发展，这更厉害，这更厉害。所以说他如果最后一个选在哪里啊？对他，对这个辛朵拉他在二 pick 他就选了。对，这个辛朵拉是第五个 pick， 第五个 pick 通常是组合一个阵型跟 counter 对方的关键。一个关键，对他这个关键的点放入了这个棋子，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平常有看贝克实况，他怎么会知道辛朵拉这个角色？我已经很久没开实况了。那他之前看挖那个编辑出来看说，明明都玩辛朵拉，也没办法拉，因为我的实况那个已经锁住了，没被看影片。哦，对，所以可能他可能有先偷偷录起来。忠实的粉丝算厉害，算厉害，算厉害，就是先录起来之后在旁边看说，哦，原来是辛朵拉，我早就知道 HU 藏的就是这一只。好吧。明天我们可能就是你说你刚刚不是才说你明天其实要选个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明天要选什么？真纳中路，真纳中路，对，真纳中路。哇，对，小心的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早就在，其实真纳是早就我们明天是早先。其实真纳中路早在 S 2的时候人家就用过，我还记得使用上上次用过，没有 S 2就很久 S 2的时候，S 1的时候就用过。中路是那个没有，因为中路就是一个很防守，但是他后期就他以前很强，伤害就。因为之前在 M5 其实也用过 M5 那个 Alex 用，然后配什么上路贾克斯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贾克斯一个天下无敌，然后就一直上你盾，就是听起来是贾克斯的全盛时期，现在是贾克斯的全废时期，听起来是不太一样。对，贾克斯跟伊瑞利亚的黑暗时期，现在是那个三项英雄的黑暗时代。我是想说三项应该要加入 CDR 5% 也好，他就会马上并入列入那个一级装备。大家就我觉得这个装备其实还挺不错，他拥有5% CDR 跟这三件，花了这么多钱，然后我觉得主要是现在上路的一些角色，你需要撑蛮多弹力的，撑蛮多弹力的。但是你花了这么多钱去出了一个这个东西之后，然后一进去就死掉了，队友一定会说你刚才弄了那么久，到底在干嘛？没有，是说为什么你这个人单挑会打得赢，但团战打不赢？不像贾克斯这个角色，或伊维利亚的角色，比较像是说你在单挑上面你发挥的可以很好。但你一进入一个2-3打3、5-5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还蛮智障的，你就一跳进去，报告我没办法做伤害，报告我刚伤害打完，但是我被秒了，我真的装备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死了，因为假设这样，我现在出了一把陨落王者之后，我进去之后奇怪，我不能打人啊，他说他陨落我也陨落，就现在的伤害比上一版痛很多，就是之前的版本是有坦克存在的，然后贾克斯是有蛮坦的，然后有伤害的，现在是这世界上是没有坦克存在的。这个情况是差距很大哦。游戏已经开始了，蓝方是台北暗杀星，然后紫方是玛尼亚猎鹰队。哦，这个哦，看辛朵拉还是一个走中路，他开场买了一个布甲无水。布甲无水，你怎么知道就是走中路？我觉得是一个双人，搞不好是一个扛双人线逆 U。哦，辛朵拉有没有？哇，新草，他会不会被最老鼠跟射雷去打到眼泪流出？你是想起了什么往事吗？为什么马上就预测他会打到眼泪流出来？
真娜这个眼睛，哇 ！TPA 旁边这走了一个五个人想要偷偷进江狗区的行为。哦 ，TPA 已经冲进来哦哦。这是一个有色雷系的骑手，所以说这进来的时候其实还蛮有优势的，也不太怕撞到人。哇，这个时候直接反掉。哇，这边这边赶快来看 TPA 到底要怎么布眼。这个时候就是备课做笔记的时候，他已经拿出了小笔记本，小笔记本看一下，嗯，先在三郎插了一支烟，然后在四个旁边的草场，其实我觉得这个，哦，一次布了四支眼睛啊，嗯，这是传说中的要你命，是北斗七星阵，嗯，开场 TPA 就在对方的红霸区直接插了四支眼睛的，红霸一支，四个草场旁边一支，三郎插了一支一分眼。而且这个时候走回来，明明里面有人，哇，这一个勾的漂亮，这一个盲勾，但没有人能跟得上。本来如果这个有用的话，那整个现在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尝试性的勾里面，因为想说在你们家没看到人，到底有没有人？在你们家没看到人，那大概在我家吧。OK， 不过这边其实马亚林也知道 TK 这边是从哪边起手的，他现在知道是一个正常的对线。我这边 TK 这个图真的开的蛮。蛮大的嘛。今天瑟雷西捡到了大石像，把经验值成功的吸走了，嗯，成功的黑了自己，太强了，太强。不过这个，你知道他是想要吸血，因为刚才打弹到真娜帮打。为什么你不在红放一个眼就可能透得到？对，这个如果他在红放眼的话，就是会变成一个视角的盲区，就可能会透得到，有可能直接打掉。OK， 这边就可以看到这边老鼠跟瑟雷西在前面打线的时候，凶狠的打线。老鼠跟瑟雷西来看一下丁特前面的，丁特到底马上抢上二之后能不能够有所发挥？因为刚的距离 ，BB 应该是吸不到经验值的。哇，他成功抢上二了！哇，这个时候上二的丁特，你能做什么呢？啊，没做什么，没有，没什么。这个我觉得他操作上一个失误是，他应该要在上二的瞬间。就是之前就要先打，先往前，就要先跟对方打，然后直接刚好上二，这个情况才会厉害。入侵对方野区，入侵，但是没有。我这边有一点稍微慢了一点呢，啊，因为对方已经吃完了，这边反而会。哦，这个时候辛朵拉被杰狠追在后，然后逃走。哇，这波辛朵拉被打的血量有点多啊，不过他带的是布甲无水，对他的生活应该是不太造成问题。对，应该还是可以活下去的。不过你选这五 P 哥选这个角色，然后前面被打成这样的话，是蛮怪。没有，是你还没有看到他的理解。OK， 他理解还没有到，对，还没有到他发挥的时候，这个我可以了解。哇，上路卡利斯是一个起红金链的凶悍骑手，但他水已经喝完了。这个丁特的这个一番的位置是有点诡异。好，现在马里奥林要来 gank 史丹利哦。哇，这个 gank 史丹利，我觉得 gank 凯能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除非说凯能交到哇，这个地方凯能应该交出闪现，有机会杀死。这波能够 gank 到他的闪现，其实对他的生活压制是很大的。就掉出闪现之后，等一下就很痛苦。没有，主要是他来 gank 的位置刚好避掉了上面那些眼睛，所以刚刚凯能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啊？”吓了一跳，凯能被逼回家，买了双鞋子。来，对，感觉等一下凯能直接把探索者出来之后，这个卡利斯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你说这场就是先出探索者，这边应该就是，如果他等一下买了一只大棒子，你觉得？我觉得我等一下会看他线有没有赢，如果他线打赢了，就是，如果他线打输了就不好。不过他先买了一个布甲，理论上是不太可能的。你先生不太可能，我觉得他台词蛮有可能回去买1600，要看他撑线的情况。这个直接得到了一个点塔的机会 ，TP 成功把他磨掉了蛮多血量。然后这边丁特这边感觉有机会来个勾。哦，丁特是哦，这个缓速的缓道，这一波看能不能够直接强拉，直接只要葛雷夫收掉。哇，这波 Vivi 遭到虚弱之后进塔，哇，这个硬爆没有能收掉，因为他开到光盾，再加上真娜的盾挡到了伤害，不然刚那波还蛮有机会收掉。其实我20滴血，其实刚才丁特那个 Q 其实扣的蛮不错的，我觉得扣刀是正确的，因为你勾住其实也蛮难受。因为刚因为 BB 其实已经进隐形之后打一波，那当然这个都是他的毒爆还是进他闪现爆了，就是他已经等到虚弱结束之后才爆。哇，这个扎克直接一个一跳下来之后，在草丛里面看到一只眼睛把他砍掉，再走过去，那你为什么要跳呢？动作比较快，对，省时间，对。然后在这边就遇到一个嘉文，嘉文，哇，直接就这么把闪现，对，这非常的果断，因为他其实看到丁特要加上来了，所以这个果断闪现是对的。现在其实
我们还是要注意来看一下辛朵拉的表现，因为一定要知道他选的这支到底是用意。身为贝克的爱将，对，要了解辛朵拉的表现是很正常。对，那辛朵拉上的球为什么是红色的？怎么酷啊？哇，上路这一个剑客这个塔雷斯，一个杰的跑线跑到上路来，这个时候其实他上已经叠到两层了。哦，没了没了，刚有没有他上到两层还蛮危险，没有机会了。哇，这时候是两人看起来是要塔杀，趁着他还没有六等的时候，哇，凯斯被晕到，这波是直接硬撞，哇，在空中被拦截，在一个杰大招灌完之后，应该直接被砍爆，头还故意让给了杰，因为杰其实也蛮需要滚血球，因为 BOSS 刚才其实故意弹了蛮多下伤害，让他们两个蛮放心去走。对，这个三人逮捕的时候是不太敢活，然后辛朵拉在中路这里其实没有能够打出一个人消失之后推塔的情况，就是他还没摸到塔，但杰已经把人杀掉了。那杰现在上路之后，反而他得到了一个可以压塔的机会，因为嘉文可以从中路出来补到中路。OK， 那辛朵拉到底在干嘛？那辛朵拉你为什么要后退啊？哇，夏无这个时候丁克一个翻没有能翻到这个格雷布，格雷布明就已经被反噬。哇，这一波格雷布将猛龙过将往后一逃，哇，这个钩子差一格，这钩子差一点点，差一点，他一格就勾到了。他其实有闪现，他如果交闪现的话，这人头就是稳拿的。有一点不够凶残，身为一个不过其实也不算打得不好了，就是说你成功你把对方逼退，其实也不算说不好。对，就是技能数已经蛮大的差距，现在已经数值了，对吧、啊？好，现在其实默默的，嘉文在中路补，这个线是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还偷偷吃了 Toys 三只小兵。或者说，那算是我吃得到啊，我明就吃得到，你干嘛那边偷吃？还 Q 直接把他 Q 掉。我怎么会说？我以为你要给我的。而且这场透子的出装其实有点改变，他没有先出蜥蜴长老，他其实玩中路节有时候会先出蜥蜴长老，然后他这场是先出1337，准备要打一个残暴爆发流，一波爆发流。对，他真的不消停，直接带走你心。扎克前面反而没有利用到说他可以穿墙的优势来 gank， 他一开始只有在上路凶到一波之后就没有再投资任何地方。是你要想一下，就是你去帮辛朵拉这路跟帮下路，其实感觉也没什么想。因为没有什么，所以他选择是帮 gank 上路一次。对，这选择对，我觉得是有做到事情，但是后来没有跟着去做。哇，这个下路两人从后面走出来，玛利亚连队这个意图看能不能成功？已经有一只眼睛，没有那个眼睛看不到草丛里面嘛，他是插在那个墙边的。我说那个塔旁边那个草丛，应该是看到对方过来支援的兵特，应该有，因为他们的动作看起来是非常的害怕。对。情不自禁的没有勾人，看到这个人走上来，还也不丢个瓶去关关他，这一波直接缓平，哇，比往后一退成功的贝特到了大招，而且在交出隐形之后，反而是一波绝佳的机会可以反打，但是看到后面有一个辛朵拉，决定放过他。哇，这个扎克这个跳的也太随便了一点，就空跳。扎克一个大招非常随性的使用，在哇，比这个直接用大招清小兵，这个判断其实很好，因为。对方有四个人在这边的情况下，只要你能够挡住他们一波，那中路的杰拿到塔是非常简单的，甚至上路也拿得到，因为他们是两人抢拿塔。再加上刚刚那个可怜的卡莉丝交过闪现，人没有闪现之后做起事来都没什么底气。没有说会不会等下他们塔杀我，然后再逃走。这边托尔斯表示，好无聊哦。没有说早知道就买空树，早知道就买蜥蜴长老来打兵好了。我干嘛要这样子打呢？没有人会跟我打、啊。对，你以为辛朵拉跟你打，其实没有。辛朵拉跑线型，对，辛朵拉从头到尾都是想要来跑线。为什么要选辛朵拉？对，因为他要跑线。好，原来是这样，我一切都突破这个盲点。而这个塔剩一滴血，这个情况其实塔才是完全不值得仰赖，是很危险的。因为当你觉得塔很安全在里面，哇，这个时候这个闪现的哇，难道丁特这场要 Mad Life 吗？哦，这个穿墙之后呢，还是被关在环柱里面。哦，哇 ，BB 这波终于成功的收掉头，这波打得漂亮。这波丁特终于交出了闪现，然后就击杀。好吧，你终于交出闪现，终于交出闪现就成功击杀。因为其实这个线的优势是很大，他只要硬上一波，但是他刚这个硬上的判断其实很好，是在于说他其实看到对方的枪口正在上，他才上，那这个点就一定会打到。哦，中心的话冲出来之后，一个推球但没有能推到 Leo Boss， 因为他一个 EQ 搓起逃走。对，这边下路应该直接就是打掉了。哦，丁特这个地方塔下硬拉，那他应该是要弹塔两下之后，看能不能把真娜直接收掉。他这个翻其实翻得好，再加上一个灯笼可以把 BB 及时带出塔下，躲在塔的伤害。丁特这个操作就真的蛮漂亮。不然不枉费我们今天的 Ban Pick， 就是拯救丁特大计划吧。这是教
彪哥怎么拉的。教彪哥怎么拉。六步子今天改成用赵，改成嘉文偷吃这个龙，不是用人马，看起来就是颇为轻松。哦，不对，他满头都是血，他流的满地都是，一点都不轻松。他流的满地都是。你以为那个是他的辫子没有？他是他的血，他血都已经滴到他的头发上面，所以他才会变红红的。那个造型其实不是普通的造型。所以凯能上路打这个卡莉丝，其实就算拿到一个人头的情况下，其实这边也没有能领先太多了。我以为他要买碳素的护腕，其实没有，他买两把多兰剑什么的，我直接撑一些伤害，因为感觉买碳素的护腕其实也没什么用，因为对方本来就打不赢我。两只多兰剑的话，应该就是追求在线上拿一卡之后的效率了。但是这装备后面会比较脱装，这两只还好，但应该买到三只之后，整个人就快刷起来了。我这个扎克过来喽，扎克。不过其实刚才蛮浪费，因为前面逼掉一次 Flash 之后，你没有继续来 gank 这个凯能，就有点浪费。对，就是反而让凯能的闪现转好。现在凯能又进了快乐农兵，两个人跳进去，然后凯能开大，感觉也不能看。凯能应该是走得掉，除非说这个时候卡莉丝能够先骗掉凯能开一，这个骗掉开一很重要。你不会是要这样跳吧，扎克？虽然说你先看一下，哇，身体力行啊！他觉得，凯能要死，凯能要死！哦，凯能这个伤害看起来就是要被活活灌飞！哇，他这个闪现交的有点慢啊，他吃到太多伤害，他应该果断直接闪现，我觉得。他是不是该买一个探索者护？不是，他对他应该买，而且他应该要买探索者护啊，没错。但他也没有买1600，他买了第二只多兰剑。他买1600，他买1600了。我们口袋型史丹利，口袋型的，其实他觉得不太需要，没有觉得不太需要。我觉得探索者护腕还蛮有用的，为什么会不太需要？哇，这个时候这个戳旗应该是可以直接戳到他。哦，这个地方没人戳到，但是卡莉这个时候原地硬打没有逃走，他是一滴血。哇，这个时候漂亮的一个影子逃脱，看看扎克能不能够跳到。这个扎克跳距离是不是有点怪怪的？你不是满意？这个我觉得嘉文看起来是一个 EQ 不错，哇，EQ 空戳，不愧是大赛型选手，这个时候一个 EQ 空戳，啊，这个 EQ 空戳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他这个被这个连球打就打死了。你看放了大绝之后的球随便就不了。哦，原来所以关键就在于要先放大绝，对，没有错。一大堆球在地上的时候，你怎么踢都会踢中的，你不用再瞄了。不愧是贝克的理解，果然是非常的清楚。原来这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先放大局。到底这个角色，这个角色的重点就先放大局，对不对？嗯，不会常常看到辛朵拉的玩家，我就大概整一辈子大概只遇过两只辛朵拉而已。因为其实以前 AHQ 也蛮喜欢出辛朵拉的，真的。你说 AHQ 的练习情况吗？很喜欢出辛朵拉。最早以前大概是在半年以前吧。其实这个角色刚出的时候，我们还蛮喜欢玩这个角色。我记得在第一次我们打当个什么 CG 练习赛的时候，辛朵拉这个角色是有出过。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出呢？对，因为我再也不想看到，不是？你再也不想看到辛朵拉吗？你就这样讲出内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不是。辛朵拉这个角色在比赛中。那上路没有能够推掉这个一塔，我觉得这个史丹利亚选到凯能之后，然后这么久都没有拿到一塔，反而还蛮多难见。这个战术运用上面这段我觉得是还蛮失败。哇，丁特这边过一拉，丁特这边一个神勾之后再进场，然后在这个环墙非常关键直接带走。那一定死了，他还被点燃，始终是这一场。因为老鼠实在太痛了。哇，这个隔空把它敲下来，这个勾应该没有话说。哇，丁特把它直接拍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丁特，你是韩国整形成功啊？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露出你的脸来没来？是，其实进入这个画面之后，外面的丁特就已经换一个人。其实没有，就是刚刚已经偷偷换人掉了。然后丁特，你刚刚看他离开位置，他不是去插花，原来是丁特，我们误会了。其实他是整形成功的，其实你是嗨。那怎么会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个其实这个刷其实困难度蛮高的。这刷其实没有很简单，可以跳过来一瞬间，然后把它刷开，哇，真是漂亮。虽然说眼睛有看到，但是还是蛮不错的一个 play 啊，因为其实那个点不太好抓。哦，截中路还是补出了蜥蜴长老，我觉得 Toys 还是他截，不过他截哦是用了跑线，所以他是蛮。对，因为他其实杰基本上还是跑多跑上下线跟近江狗去抓人的话，他的那个效果应该是比较好。哇，我们看透一次，现在已经开始在逛大街了。因为透一次现在走在路上，这个卡莉丝感觉危险了，一直过去。这个，反倒，这个时候交出这个跳墙之后，决定放过他。
如果是更凶恶一点，可能会闪现直接把他杀了，也是蛮有可能的。闪现过墙之后直接杀了他。因为现在卡尔斯其实没有什么装备，他只有一个水滴，然后两把剑，其实没有什么战斗能力。他其实有一点钱，但是他可能没有去 shopping。好，我现在那个 Stanley 已经把小金人说，但是说我护腕为什么我要叠？我直接和小金人就好了。各位，这个装备为什么要叠？这不是直接买就好了？对啊，1600比较难存，好不好？大家懂不懂？1600这种东西哪有人在存前面的？你直接合上去就好了，就不用存。嗯，对。然后再加上双多兰的血量，根本是文件中的文件，对不对？撑线有回血，会战有双多兰。很奇怪，因为针线有多，针线有小金鸟，我全部。哦，我还以为他会翻一下，居然没有翻。我还以为丁克刚刚那个近身是一个翻，然后再打他一套。OK， 现在 TP 已经开始压了，直接压制塔下来。我这边哇，这个地方直接硬追啊，直接一个强杀。这个杰这个角色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他硬杀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难跑掉。对，而且我连 Flash 都不用用，你就是跑不掉。卡尼斯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逃跑的英雄，他那个跳其实异常的远，但还是没有能够逃出钢杰的大招连击。OK， 那 TPA 感觉也是哦，拖泥带水，完全是不拖泥带水的开始压这个塔。不过其实这个视野控制还是没有说做得很好，因为现在还是没有喝先知嘛，所以说这个视野还没有控住。如果是有控视野的话，其实龙啊或者是 Buff 都很好吃。现在我们靠。哦，第二条虫出来了，这是第二条虫，第三条，这是第二条，17分钟如果能够吃到第三条的话，也算是蛮神的，也算是蛮厉害的。这样应该是5分钟的时候吃第一条，身为一个加稳，5分钟能吃到第一条，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应该是有嗑药吧，还是打针？没有，他说在二级的时候他们就吃了一条龙。哇，这个秘密这个地方直接近身抓到了葛雷夫猛龙过江之后，但是还是被陨落网直接吸住。不过他刚过那个其实很极限，他过超级远的。他跟猛龙过江过超远，不然可能会被打爆。我现在 TBA 应该是打得蛮随性的啊，现在已经在17分快18分钟的地方已经领先了9000了。人家是非常凶恶的一个侵入野区，对，就是在野区。至此我们还是看不出来辛朵拉到底为什么要拉斯皮，因为他刚刚成功的击杀要加文斯，非常明显，整个队伍只有两个人杀过人，一个是卡利斯，而且他是一个100的战机，所有队友都不能质疑他。对，一个100战机的一个中路，而且他面对的是腿，这样子的一个战机，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哪里有怪怪的感觉，你知道你说哪里怪怪吗？你本身其实对辛朵拉有很多的偏见啊，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哇，这个闪现上去硬抓啊！哇，这个一滴血最后还是闪现逃走，差点被引爆。真娜最后叫闪现逃走，不然 BB 刚刚那个硬杀，他还是死哦，他还是有点死。不过 BB 这边也是被 shutdown， 这个是有点脑冲啊。哎，刚刚丁克在旁边放一个灯笼，原本可能要放给 BB 逃走，但 BB 没有用。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拍他的时候 ，BB 放开双手的那一个画面。哦，原来就是你完全就是把这个事情连接在一起，我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刚刚想说，为什么 BB 那时候已经打完了吗？为什么 BB 已经放开双手了？原来是那时候不小心这样。这个时候中路拿到一个塔，这就是下路的脑冲，成功的换到了中路的一个塔。哇 ，BB 这个时候他的装备是陨落王者剑，接下来应该是要补出一支 IE。这个装应该是要 IE， 韩国很流行的一个打法，先陨落之后，然后直接冲 IB， 陨落 IE 之后，这个打下去灌飞整台。那杰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4-1分推无限无人可挡的局势，因为其实像马英亚猎鹰队比较适合分推的角色是卡利斯，刚刚卡利斯才被他塔杀了一次，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挡住这个杰的分推了吧？对，他现在心中会有阴影。因為他刚死掉的画面会一直在眼前 replay， 这到底要派几个人才有办法挡住这只杰的分推呢？你等下会战的时候，他可能会蛮轻松的把葛雷夫砍爆，或者是直接把那中路的辛朵拉砍爆。我觉得好，杰现在回去把陨落王者给补出来了。陨落的经济差距很大，不过 TP 一直没有做出一些更为侵略的行为，就是能到杰终于出完全部的装备，这时候应该来个打个戴夫，然后直接冲过去打一波。感觉就不要打戴夫，然后就勾勾看就好了，压他塔勾勾看就结束。一个是感觉是一个4-1分都会打到底就赢了，对啊，因为没有人守得住杰啊。这时候杰应该就直接上去，要守杰应该要派个2-3个才有可能守住，不然其他人应该都是一波不带上。应该是没有人想要守他，但是现在情况是你现在不守他，等一下 TP 这边有可能要强开中路呢，因为看到杰在上路直接开了中路直接拼一波，感觉还比较实在。但是中路这边 BB 可以点灯笼逃走，然后剩下的人嘉文可以戳击，我其实不太好开啊，因为我觉得马亚烈队并没有选一些很强的强开角。大F的 TP， 这时候观众就想要看他冲过去打成一团的局势。
你是完全想得很好，就是这个时候打成一团，哦，然后这个是一个秒吃八龙的局势，就是个韩国流速吃八龙，哦，然后点个灯笼，哦，然后他一直没有灯笼可以点啊，这个团队的心结同学们都看得出来，还他自己有分身，原来是自己有分身，他自己有分身，他只是帮老鼠打，哇，这个吃超快，不愧是蜥蜴长老中路，蜥蜴长老，而且加双陨落，吃超快，超快。这个秒杀八龙之后回来，这个时候又是一个抓到格雷夫，格雷夫被缓到，不过又是个猛龙过江逃，可是猛龙过江逃掉这个缓屏，我觉得是蛮好跑的。好 ，TVA 应该这一波中逃就直接压进去了，还会回家买装吗？这个时候又是个老鼠去上路，应该就直接中路直接压，我觉得很路压进去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可能很怕塔杀之后 fail， 然后掉八龙，但现在不会有八龙会这样，现在直接冲进去，然后。凯能进去开个大，史丹利进去开个大，应该就保护。史丹利进去开个大，你现在一直在预想他们等一下会做的事，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等一下会不会照你讲这样子。应该不会，应该就是，我也不晓得，就压过就打过去吧。哦，进卡透一直一波，直接想要强杀。哦呦，这个有点怪怪的、啊，这个有点怪怪。他们这是把自己换成史丹利推中路，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不赶快推个塔？感觉 BB 打个塔没有人守得住他。而且他一直幻想差点要bait那个手拿那个真娜，但这个距离非常非常远啊，我觉得这个几率不太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喜感，到底在干嘛？因为其实对方清兵清很快，就格雷夫再加上卡利斯清兵很厉害。我觉得只要 Toys 只要抓到就是格雷夫的话，格雷夫应该是瞬间就是蒸发掉。我那样子的话 ，Toys 应该会死。哇，推到中路，哇，他们。他们的表情看，就是三分钟的世界，他游戏还在进行的意思。那因为其实这段时间非常的苦闷，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就是哇，这个地方直接勾到了这个扎克想跳走，但是没人跳走，体量被打得非常非常低，这看起来 TP 得到了一波配合小兵之后呢，推塔的机会。哦，这波就一定要进了，看到扎克血这么低还不进的话，简直就是太没种了。不好意思，要进来了吗？哇，扎克你好勇猛啊！扎克你怎么跳出来，然后这样就死定了？那最后一杀呢？我是 King Three， 我想说在最后一刹那那个挤到中间的时候，然后托尔直接分身进去转一下，扎克成功的交出自己的性命，想要守护这座塔，但是徒劳无功啊。当他死掉之后 ，TP 应该是没有任何畏惧，因为其实 TP 应该还蛮怕他加上卡利斯两个人直接强抓 BB， 因为 BB 是老鼠不太容易逃掉这种硬抓的局面。那这个时候他一死之后就是很轻松抓，哦，卡利斯直接被翻到一个闪现，再加上一逃走。哇，这边有一个蒂玛西亚，但是青朵拉也成功交出闪现逃走。我、哦、又是一个 BB 在秒杀珍娜。哦，这样一杀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跟珍娜有什么样的仇怨？哇、哦，格雷夫这个大招的尾劲打到，差点打到 BB。老鼠，你到底想要？多想要帮丁特，这个、不是？多想要帮丁特，多想要帮丁特。为什么这个队伍完全分成了两边？有一边在推 Inhibitor， 有一边正在逃亡。对，现在应该差不多该 recall 了吧？这时候还要打吗？这时候扎克已经复活了，扎克现在没有大招。好吧，然后回去买个装吧，大家存那么多钱。因为我们听到现在外面的声音是会有一种他们还在打的感觉。对，我其实就是经济优势很大，但是这个组合其实推塔没有说那么简单，因为对方并没有打算要跟你打回家。所以对方在家里面一直躲着，会变成说他的经济的优势会不停的。对啦，因为毕竟你砍了进去的话，你有可能会被那个彪哥给吹出来。就是变成说塔莎其实也没有说太好，因为卡利斯、青朵拉、格雷夫签兵能力很好，然后一个也算是蛮好反开到你全部人。不小心的话，还是有可能老鼠被抓到都直接死掉，然后翻船，因为杰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塔的能力。但是我是觉得塔莎应该是一定会赢。顶多是死一个人啊，但是一定会赢啊。但他不塔杀的理由，保险起见，我们还是稳稳的。那不如就塔杀，让丁特坦塔，这个局就稳了。他身为一个瑟雷西的物防如此之高，坦住这个塔，我觉得也是合理，颇为轻松。我刚刚回去，那个 BB 买了 IE 出来，然后把黄装也出来了，有点有钱啊。这个黄装，这个装备就有点痛，可是一直没有会战可以打。哇，这个地方直接抓有抓机会抓抓 抓, 抓，没有抓啊，没有抓。哇，这个时候中路四一分推出来了，对他们一直四一分推，推的我都快要睡着了。你到底要不要打？直接在这边，
这杰在这边冲进去，哇，托伊斯这一波，这有点尴尬，有点脑弱啊，这个。这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说哦 ，shut down！ 我凯特成功跳回去，这波非常漂亮。但是凯特进场之后一个大招，不过被珍娜成功吹在墙上，所以他没有能收掉他。哇，但是这波反而还被反打一波。这个反打其实很神秘，他都看不懂。这个、非常的神秘。对，这个分完全队伍成功分成了两块。哇，这个蒂玛西亚成功的收掉，这个不会是剪头型玩家列队。剪头型玩家，而且还点不到这个灯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灯笼有点难点啊，灯笼有点难点啊。冰头人说：“你到底想怎样？你告诉我。”这灯笼点不到就算了，最后决定自己 EQ 戳墙逃走。算了算了，我自己走好不好？你的便车就省省，你的便车省省，这个车太小，我搭不上去。明显是一个个人技巧不足。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刚才三分钟后的时间还有在动作的感觉。对，因为这个杰不知道为什么换身进去然后死掉，然后凯能不知道为什么也进去，而且这是彪哥成功的把他吹在墙上。哇，刚才是哇，小维这个一个进哦 ，BB 这一个进场之后一套，但是没有能收到，因为他直接被推开。不过刚刚没有被晕到，是没有正中就没有晕到，就直接那个球直接打到。因为不然你直接踢的话，直接稍微踢后面一点。踢飞的感觉。我现在，不过我觉得上路推掉了，应该其实如果你直接打下路的话，其实会比较轻松。我觉得打哪里都一样轻松，只要不要塔，只要不要喜欢塔杀，都还蛮轻松。其实他刚那个也不算是塔杀，他是单杀。我觉得他只要五个人一起塔杀就很轻松。像这种灯塔就直接被一个 EQ 抽到，然后那个焦旭的虚弱放在嘉文身上，但嘉文成功往回一拉，其实受到这个伤害也没有任何意义。扎克现在开始原地端端连端四下之后，反而自己被秒杀。他就是一个空端型扎克，空端型玩家。然后嘉文现在上去普攻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砍他们哇哇叫。哇，这个老鼠成功的收掉了辛朵拉，不过辛朵拉刚才乱阵之中。直接把托尔斯灌掉。好，现在东野应该准备要弹下个塔，应该是觉得有点难打，因为优博只是没死。这个会战看起来就是杰不停的死。其实这就是选杰这个角色，一旦打到这种比较僵，就是也不是说僵局，应该说对方的防守能力比较好的时候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不跟人家塔外面打的时候，你进场就已经会死。真的对彪哥有种特殊的情感，可他对彪哥的情感是非常的特别，就是从头到尾都想要打彪哥。到底彪哥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对他？彪哥已经心情不是很好了，没有拉，没有勾的可以玩。彪哥没有勾，其实我一直讲他选珍娜的意义，应该是说他珍娜直接闪现场背后让你吹好。我明白他的意思。对，就是这种是很进阶的技巧，彪哥一直没有机会使用。我明白他们意思，因为擒贼先擒王嘛，就把你们灵魂打落之后。对，被你发现，这就是一个重点。哇、哦，这个拉票，这个拉进来又是一个刚刚的重播。刚吃霸龙就这么快，现在吃起不是也很快？不，根本没有杰，那个杰不在。OK， 这个凯能就回去买了一个深渊出来。这个过来，彪哥虽然意识非常好，知道说现在他们在吃霸龙，那走过来之后就超级。哇、哦，杰这个时候闪身一个大招，成功抓到辛罗，辛罗看起来直接爆，直接死。所以杰说：“这个时候杰就会说你已经死了，这个杰这个角色帅气的地方，哇，这个飞弹非常非常的痛啊！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以为原地这样拉下，痛再拉下非常危险，哇，又被杰的影子直接缓住之后呢，逼出一个闪现逃走。啊，这边底下为什么是一个辅助在狂打一个卡利斯？为什么一个辅助在凶卡利斯？哇，玉宇这个时候又是个闪现对彪哥痛下杀手，到底彪哥做错了什么？到底彪哥做错了什么？”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哇，又是彪哥，彪哥完全不放過、彪哥完全不放过彪哥，而且在原地就硬撑葛雷夫杀，葛雷夫杀非常大，应该可以直接收到 BB。哇，葛雷夫为什么不敢继续往前把 BB 收掉，反而是往回一缩？就是因为有丁克灯笼的护盾帮忙，不然 BB 应该也是很危险。这个虽然经济优势很大，但我觉得 TP 打的并没有说非常好，就是在一个经济领先这么大的情况下打那么久才赢，对，感觉。应该可以提早个五分钟，我想应该可以提早五分钟结束。我们还是恭喜 TK 赢得了这场胜利。对，然后这个是 Stanley 在玩手机，是 Stanley 正在玩手机，然后他们的表情不是你看到 Stanley 在玩手机，想说，这是手机怎么可以做这么迷你？你说迷你是因为这个手机本身跟它本身的 size 的差距，是不是？不要是什么？还是说，这手机怎么感觉有点新潮？因为真的哦，那好小只哦，好小只，好厉害哦！哇，你这个就是在偷偷讲说史丹利很大一只？不是，他本来就很大一只，不是，只是你这样看过去的时候会有一种异样，就是所以你想要说的是，史丹利，比如在玩一些手机游戏的时候，他会常常点不到上面那个，他会。哦，好，我们可以问他会不会点不到。我觉得他其实我蛮好奇，其实他会点得到，但是他不会点得到。让我们看看正常的结算表。
我在这样的阶段，哇，我们 BB 跟 Toys 赚了13.2K。BB 这场前面其实打得很顺风啊，下路一直是一个稳赢线的情况。没有，因为那个老鼠跟色雷西真的是太凶的一个组合了。老鼠跟色雷西这个组合，基本上对没有打过的对手来说，打起来的感觉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凶？我们这场的 MVP 007，007哦，007，他是一个007 Dinter。我这场其实丁特有好几个 play 真的打得非常漂亮、啊，尤其是那个扎克跳过来刷走那个，真的也算是他其实不小心按到，他其实对，他其实被你发现，其实一直都是旁边的 Toys 在帮他玩的，他右手帮他按一下 ，OK， 对，被你发现了这个秘密，这秘密不能讲出去了，就是别人帮他按的。这里发生什么事？是前电竞女神林可乐。钱的，我现在可能是钱，我其实不是很懂最近的那个到底进展怎么样。钱不是钱这样，就这么多钱。OK， 不过这一场其实我觉得 TV 还是在打线上面还是在技术上还是领先对方很多啦。就是在后面的节奏稍微比较乱了一点点，但我觉得有点乱打，其实也不能说那个。可能就是感觉是乱打，我知道，就像 AHU， 你有跟他们说要打得快一点，我没有跟他们说要打得快一点。对，所以如果你跟他们说打快一点，应该这场应该是大概20到22分左右。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你下指示的关键，就是你想说我今天坐在这里，对不对？长毛，你给我记住，你心中想的是这样子。不是，我没有，我想说，这个如果领先的情况下就打快一点。哦，原来是这样，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好，我们看看今天打完之后大家的战绩表是。新加坡先锋队一样是50第一名，然后第二是 AHQ， 哦 ，AHQ 明天将会遭遇新加坡先锋队，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谁能赢谁就是第一名。明天不仅是遭遇到新加坡先锋，明天也遭受到 TPA 啊，对，明天还会遭遇 TPA， TPA 现在暂居第三嘛，就是3胜1败，下面的排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因为其实在后面四个，我觉得他们都是那个学弟区的学弟区，哦，不过其实新加坡猎人队已经渐渐追上了西贡小丑队。我觉得希望小队是有点沉沦的感觉，他希望小队这一季没有上一季的感觉，最近到底是怎么了？是换人了还是？因为我最近感觉他们的路线在乱掉还是什么之类的，感觉有点乱了、啊。对，就他们没有上一季的那种比较凶狠的感觉，没有那一种，我这算是挑战门神级的一个感觉。好，那其实这个节比较可惜还是曼谷巨人队了，因为其实一开始开季的时候感觉他们，我知道你现在在想曼谷巨人队，不是，我会想说曼谷巨人队，因为之前一开始的时候看他蛮那个蛮厉害的感觉，就是在插眼那些，但是就，不过感觉你知道吗？有机会这一季感觉要挑战他们的记录。你说挑战曼谷巨人，其实我是不很确定曼谷巨人队最长的记录是多少。好，我们看看明日赛程 ，Hello， 明日赛程，我很想看明日赛程。大家也都很想看明日赛程啊！明日赛程第一场7点的 Game One 就是由新加坡先锋队对上 HQ， 那第二场是由8点是由 HQ 对上台北暗杀星。好，还好，就明天可能不是我们的，没有，不是明天就是你看台北暗杀星得到一个先擒收你们的机会，哇啊，血海东西就被你看光了，这下而且我今天又擒收到很多，这样综合起来应该是完全看透，完全被你看透，我们到底要选什么角色？糟糕，对这个。死哥就要马上要被 ban 掉的意思了。你有发现我们要 ban， 我们要 ban 李星。我刚刚已经讲过是 ban 李星。李星，然后我 ban 机器人。好，你 ban 机器人。好，擒收成功。好，我们擒收成功。OK。好，那这是明天的对战表，大家就看到这边。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GPL。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大家再见。我是主播叉烧，我是 Vestius， 大家再见，晚安。这边总结，为什么导播想要我们做总结？总结今天总结是什么？今天总结是，请主播是录取对方队伍今天重大的缺失。我觉得刚我们上台的时候被这个魔术师插刚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你今天要指出对方的队伍的缺点，然后如果你不说出来的话，你少说一项罚100块。对，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实在太不合理。我们当场就想从皮包直接拿去，不是？当场就拿钱说，那我们给你钱，我们不要讲、這個，给你钱不要是。我们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嘛，对不对？是感觉。然后那我觉得 AHU 一开始绿茶不应该回头啊，对不对？那很明显啊，不应该回头啊。我觉得这 TPA 就是在后面打的稍微有点乱、啊。对对对，好，那对嘛，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样子。那这就到这告一段落，这是一个重大的缺失，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对。
啊，据说我们的钱被扣光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就被扣光？我们好歹也各讲了一个，对不对？怎么这样就被扣光呢？所以我们两个今天薪水是各100块，100块，是讲一点100块。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讲个100点，我觉得刚刚小叶叶那个走位，如果再走前面一步的话，他能够有机会收那个。那我觉得这个 Toys 后面那个单杀，我们等一下就讲100个，我们就缺海啊，这算不是错误的，也要说成是错。哇，刚刚的选角从头到尾都很奇怪啊，那就这样就随便乱讲。然后就哦，这岂不是缺海？好了，就哎、欸嗯，他就要丢今天，听话丢今天。哎、欸，今天感觉要给我们哦，今天我们就一个人得到了100块，就哇，就这样，今天就结束了，发了缺海啊，缺海，我们就这样得到100块，好吧？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还是要告一段落，这场闹剧，好，这场闹剧就告一段落。好，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GPL 超级联赛，我是今天的主播叉烧，我是 Bestairs， 好，大家再见，晚安，拜拜。导播哥还是不放过我们，导播还是不放过我们，他到底想要做些什么才会结束？我们是不是可能要自己离场？哎，耶耶，又回来了，他又回来了，耶！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可恶！马上做一个，没有了，马上，哎、欸，你太天真了，太天真了，我完全就是神手级反应。好累哦。为什么要这样？